笑吗？小屁孩，爱玩啊，打打闹闹这样。爱笑嘛，然后比较开朗这样。我也没有想过说他会喜欢我这样，没有心机的那一种，就让小朋友就打打闹闹这样。因为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见到，所以然后就发现你好像对他有好感的。在认识的第五年嘛，好像才在一起的。亲爱的，就是台面上的话，我就会说春哥。文，为什么不会想要叫亲密一点的？不是害羞，我就觉得这样好像说不太出口。你看我，亲爱的，听不到。哦，我也喜欢他，就是很有想法的一个人，就是蛮有主见的。就是他比我还细心，然后比我还了解我要做的事情。我自己做，比较火爆。我想要他这么做，那他不知道。他说：“那你要讲啊，你要开口讲，我才会知道。”但是我个性就是，我讲出来你再做，我觉得太虚伪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就是为了一些小事吵架。应该算有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。对，因为我觉得，吵架是一定的，但是要看你吵什么。他想要给我定下来，但是我觉得说他先完成他的事情，就是可能比完奥运之后我们再来谈，就是细项就是他的，不管怎样就是他的。所以结婚我觉得只是个仪式。谢谢你这么长时间对我的照顾，我爱你。